旗下红星于琪琪小姐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往后唐门街的舞台，来，你们的掌声没有响起，我们的琪琪小姐没有出场，来，掌声、欢呼声、你们的尖叫声，再一次有请我们的琪琪小姐。呀，来，快感谢我们的司仪一路进来接，看来我们好久好久不见的唐门街的朋友，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献给你们，献给我们所有热情的朋友，感谢你们像一把火一样。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最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看那眼睛，你俩的闪烁，仿佛一颗心是飞到天边。我虽然还是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我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，明亮的闪烁，仿佛一颗星，是飞到地平的下面。你的光，像是火焰，温暖了我。你的笑脸，你的光，像是火焰，照亮了我。熊熊火焰温暖了我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照亮了我。我虽然好心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真的是。